李卡贝纳卡，欢迎回到泰语构句练习。这一集是网友来信，然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字是 “glen 哉 ”，“glen 哉”。那这个字最常见到的意思就是客气，不客气的那个客气。然后它也可以有不好意思，或是过意不去的意思。然后同时还有体贴、考虑到，或是为谁着想这样的意思。好，那按照惯例，我们就从例句开始看。好，那我们就从最常见也最简单的意思开始看，就是客气。那选的第一个例句是麦当格林哉，麦当格林哉，麦是否定的不，动呢是必须，所以麦当就是不用或是不必，格林哉呢就是最常见的意思，客气，所以麦当格林哉非常好理解，就是不用客气，不必客气。第二个例句差不多，我们只是加了一个考，麦当格林哉考啦。麦当格林哉考啦，麦当一样是不用或是不必，格林哉一样是客气，考是男生或女生的他。那在这边中文跟泰语就有一些差别，泰语可以直接说格林哉谁，那中文要说对谁客气，或是那啦呢就是没有特别的意思，但是通常跟麦一起用，你往前面看就会有麦什么什么啦。好，所以整句麦当格林哉考啦，就是不必跟他客气，不必对他客气，不用跟他客气。好，下一个例句是จะสั่งอะไรก็สั่งไม่ต้องเกรงใจจะสั่งอะไรก็สั่งไม่ต้องเกรงใจจะ是会或是要，สั่ง呢是有很多意思，在这里是点菜的点，อะไร是什么，ก็是就，那สั่ง一样是点，所以จะสั่งอะไรก็สั่ง就是想要点什么要点什么就点。麦当格林哉跟前面一样，不用客气，不必客气。好，下一个例句，我们来看一点不一样的意思。ฉันรู้สึกเกรงใจก็เลยจะทำให้เขาฉันรู้สึกเกรงใจก็เลยจะทำให้เขาฉัน是我，รู้สึก是动词的感觉，เกรงใจ呢本来是客气，但在这里可以翻成不好意思或是觉得过意不去。格雷呢是所以或是因此，咋一样是会或是要，他们还考全部一起看就是帮他做的意思。整句ฉันรู้สึกเกรงใจก็เลยจะทำให้เขา，我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过意不去，所以呢就帮他做了。好，那以上是格林哉当动词的用法。如果你看到这边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这样对我的频道会很有帮助。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它的名词型，也就是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选的第一个例句是เห็นว่าเป็นเพื่อนเลยไม่มี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เห็นว่าเป็นเพื่อนเลยไม่มี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เห็น是看见的看，ว่า呢是类似英文的 that， 后面加一个子句，看到说，然后后面就加事情。เป็นเพื่อน就是是朋友，所以เห็นว่าเป็นเพื่อน就看到说是朋友，因为是朋友啊就觉得是朋友。เลย呢跟上面一样，ก็เลย是所以。ไม่มี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ไม่是否定的不，มี是有没有的有。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是เกรงใจ的名词型，那可能是体贴、考虑、为某人着想或是客气都可以。所以整句什么意思呢？เห็นว่าเป็นเพื่อน，เลยไม่มี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中文大概是啊就是朋友啊，就看说我们是朋友嘛，所以就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没有为他着想。下一个例句是ไม่มี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ให้คนอื่น，ไม่มี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ให้คนอื่น，ไม่一样是否定的不，มี一样是有没有的有。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是名词型，体贴、体谅、考虑、为谁着想。ให้是给。คนอื่น是别人其他人，所以整句什么意思呢？ไม่มี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ให้คนอื่น就是不体贴其他的人，不为其他的人着想。好，那我们来看这一集的最后两句。เราขอให้คน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ต่อทุกคนเราขอให้คน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ต่อทุกคนเรา是我或是我们，ขอให้呢是请求请的意思，คุณ是你，所以เราขอให้คุณ就是我们请你或是我请你怎么怎么样。แสดง是动词的表现，
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是名词，体贴，为谁着想。ต่อ呢是对谁谁谁，那ทุกคน是每一个人。所以整句，เราขอให้คุณ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ต่อทุกคน。我或是我们请你对每一个人表示体贴，或是考虑到每一个人，或是为每一个人着想都可以。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一集的最后一个例句。อย่าให้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ทำลายชีวิตคุณอย่าให้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ทำลายชีวิตคุณอย่า是不要或是别怎么怎么样ให้呢是中文的让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在这里比较接近不好意思ทำลาย是摧毁那ชีวิต是生活生命或是人生那คุณ就是你嘛所以整句อย่าให้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จทำลายชีวิตคุณ就是不要让不好意思或是过意不去摧毁毁掉你的人生毁掉你的一生好那以上就是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เกรงใจ当客气不好意思体贴考虑还有为谁谁谁着想的所有例句内容以及讲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及频道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然后按超级感谢表达你的支持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心得以及感想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 Coco Mark up 萨瓦迪卡